宠物市场帮粉丝选一只帅气的德牧，要求骨架大、精神抖擞的那种，一起看看吧。你这锁卖多少钱啊？就让你家店员给我摘一个吗？这个卖多少钱呢？1300。老板底气明显不足，要的需求太大，而且狗的品相一般，咬两句咱就撤。卖1600，那少呗。尿尿的过1400。你爽到最低价？最低价1300，死了。不用，可以抽了。公的母的，一公，两公，全是公没有母。三个公的。这三个哪个头牌好一点？正品。他不给我拿哪个哪个进？卖啥价？你的眼光，你只要挑哪个哪个就去。我的眼光。对。那以你的眼光来吧，我要个孬一点的。要个孬的吧？都去。老板很聪明，不跟着咱的话语走。卖啥价的？你跟我说。卖1500。少了呢？少了最低跟1400。再少呢？不能再少了。你抱两个的疙瘩来，你抱着点，他老是往那去，你抱两个我看一下。我抱不动两个，你抱一个吧。来，一个抱好不好？这一个一个抱。太重了。这是第一个，你再抱第二个。哎呦，你卖的低了他。来，看看吧。这第二个。哎。价格太高了。反正东西好呀，是不是啊？有多大了？两个多月。做两次疫苗。打两次疫苗。实话实说，就打两次就打两次。纯系的，一般赛系的好一点，700块钱。那不卖，你走吧。你抱着点。不是价、啊。你要的也不是价，你要的高，你要的。你注意，上来跟你说了，你要低一点，我给你高一点。你要的太高了，你一样，你卖那要价，我不做这还钱。那个吧，1300，行了吧？你不到外价行吗？对呀、啊。900。我跟你说，德牧不能低于1000，1000以上拉不动，1000以下拉不动。这老板实在人，我还没怎么讲，自己就便宜了。妈，你的价格多少？1000块钱。我跟你说了，只能1000以上拉。往上没法拉了，我给你出的已经是最高的价格了。你说的，不能低于1000，但是他也不能高于1000。我呢，我不800700，也不900，1000块钱咱凑合着。你要是能卖，我给你调一个，那不？你也热的不疼，他也热的不疼，我也热的不疼。给你们。